不执着，我们常常讲，从哪里下手呢？从放下对立下手。啊，这是我常常劝勉同学的。我们从这里，就决定不能跟人对立，他跟我对立，我不跟他对立。啊，我再要跟他对立，那你在佛法里头叫寸步难行。啊，不跟一切事对立，不跟一切万物对立，你的心量就扩大了，你就能包容了。啊，这是初阶。啊，首先要放下的，对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不能有控制的念头，不能有占有的念头。你有控制的念头，有占有的念头，这是你所有一切烦恼的根本。诸幻灭尽，刚才讲了三细相六粗相，啊，从三细变成六粗，啊，三细相是太微细了，很不容易发觉到，所以今天科学能够说得出，啊，这个能量，啊，物质跟信息，我们不能不佩服它，啊，非常之难得，啊，科学还是要向上提升，啊，我们也希望科学家能够明心见性，啊，但是明心见性必须要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，如果还用这个用这种心呢，就用妄心，妄心只能到阿赖耶，就是尽头了，他没办法突破了。啊，是诸幻尽灭，我们学佛功夫就用在此地啊。啊，首先它是有次第的，也有难易。啊，首先从执着，啊，决定不能有执着。啊，有执着，你头一个关口不能突破，这就是六道。啊，六道也不是真的。你只要把执着放下了，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。啊，不执着。我们常常讲，从哪里下手呢？从放下对立下手。啊，这是我常常劝勉同学的。我们从这里，就是决定不能跟人对立，他跟我对立，我不跟他对立。啊，我再要跟他对立，那你在佛法里头叫寸步难行。啊，不跟一切事对立。不跟一切万物对立，你的心量就扩大了，你就能包容了。啊，这是初阶。啊，首先要放下的，对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不能有控制的念头，不能有占有的念头。你有控制的念头，有占有的念头，这是你所有一切烦恼的根本。那这个要在身上下功夫啊，啊，你才能得清净心。啊，你的清净心有现前，清净心现前呢，那非常快乐啊，叫法喜充满呐。啊，你看《论语》头一句。啊，这孔子说的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你把你所学的完全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那个心里面喜悦，这个喜悦不是外头的五欲六尘刺激，内心的喜悦就往外流，佛法也如是。啊，你真正能把这些烦恼习气放下了，你心多么自在，多么清净。啊，所以头一个就是修清净心。清净心得到了，六道就没有，就超越六道了。你成阿罗汉果了。啊，再进一步呢，
放下分别，不但不执着，分别都没有了。啊，那这就提升为菩萨了。啊，最后不起心不动念的，那叫成佛了。啊，所以佛、菩萨、阿罗汉是佛家修行三个阶层名称。啊，就像现在学校三个学位名称一样。啊，最高的现在学校的是称博士。啊，其次的称硕士、学士。阿罗汉就是学士。啊，菩萨是硕士。佛是博士。啊，他是学位的名称，可不能弄错了。所以今天的时候，这佛教弄成宗教啊，我们的罪过啊，佛弟子的罪过，怎么能把它沦为宗教啊？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，你细心去看看，它跟宗教不相关呢。啊，可是现在真的变成宗教，你不能不承认它是宗教。我们对不起老师啊，释迦牟尼佛的身份是职业老师啊，跟孔子一样啊。孔子教学才五年呢，释迦牟尼佛教学是一辈子，49年，30岁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开始教学，79岁走的。啊，讲经教学49年。啊，他告诉我们，世出世间所有的问题，用什么方法解决？用教育。你只要把人教觉悟了，啊，帮助他破迷开悟了，他这一开悟，他就能解决问题，就智慧能解决问题，知识不行，知识解决问题是有局限的，而且有后遗症。啊，智慧没有，智慧没有边际，决定没有后遗症。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